谁呀？来了，谁呀？谁呀？啊，昆虫，你咋回事啊？快进屋呗。我不进去了，绣花，你跟我走呗。走，上哪儿啊？哪儿都行，反正就不想在这儿待了。昆虫啊，你到底咋着了？周庄，伤透我的心了。我的爹娘死得早，我这20年的时间，一把屎一把尿的，把老二和老三都拉扯大了。我就因为这个，媳妇儿都没娶。你看现在呢，老三死了。二能蹦能跳的，现在也死了。你说我要是不走，我明年就得上4个人的坟了。昆虫啊，你们家的情况啊，我都知道。你心里的苦啊，我也能够体会。但是你心里苦啊，那我心里就不苦了。你说这兵荒马乱的，我一个寡妇带着个孩子，那能有好日子过呀？哎，这好不容易的把帅儿他爹给盼回来了，没想着有好日子过了，没想到啊，他当了汉奸了，还让我妹妹给宰了。昆虫啊，这个年头啊，谁活着都不容易呀、啊！绣花，前一阵儿我就鬼迷心窍了，我让雪儿，不是，让那个女日本鬼子给骗了。我不喜欢那绣花，我喜欢你，我心里喜欢你。老天爷能看见我的心，秀花，你要是不嫌弃我，就跟我走呗，我会好好养活你还有栓儿的，我把他当亲儿子看，行呗。昆虫啊，你心里咋想的，我都知道。但是咱们现在不能走啊，那昆仑还在鬼子手里头，就算是牺牲了，那咱还得替他报仇啊。可是到哪儿杀那个赵秀才和那个女日本鬼子去？那昆仑是你弟弟，你不得替他报仇啊？得呀，得呀。可是咱一平头老百姓，咱能打过鬼子汉奸？那不得认命了。绣花，昆虫，你要是这么说，那我就没话可说了。你走吧。那你跟我走呗，绣花。绣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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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跟我走呗。绣花，以后你就见不着我。英雄啊，英雄啊！
别杀我呀，我就是个农民呢，没钱呢，你就绑了我也没钱呢，求求你，求求你，求求你。你还挺诚实的，你咋不说你勾结武工队对付日本人呢？啊，英雄啊，老子这些年少说也绑了100多票了，就今天你这票不要钱。咦，这赵英雄走啥呀？请你做客。做客？赵英雄啊，这犯啥错了？你要管啊？熊样，是叫你来看一个人，又不关你，起来！你们俩啥也说都行了，你就别打人呢，打人你们俩说就行了。不行不行，你看看这是谁呀？啊？老二。没被枪毙？谁说我被枪毙了？哥，你咋来了？嗨，次郎太君慈悲为怀，他担心你们哥俩呢相互思念，所以特意把你哥哥请来看看你。这回事不是说看看头了？次郎太君想和你交个朋友，怎么可能杀你弟弟呢？看也看了，走，咱们去见见次郎太君。你吓死哥了！阁下，周庄只有李坤忠知道李昆仑还活着，那么陈胜利是不会怀疑他的。而李坤忠要想救他的弟弟，他就必须听我们的话，是这意思吧？报告します。李坤忠を連れてきました。弟が処刑されたと聞いてさぞかし自分を恨んだ。だがどうだ、生きている離婚論を見て今どんな気持ちだ。黄金说，你听说你弟弟被处决，是不是心里很恨我们呢？现在看到李坤伦安然无恙，你心里怎么想？感谢太君大恩大德呀，我们老李家都感谢太君大恩大德呀。彼は感謝しておりますと言っています。離婚中自分にも兄がいる、だからお前の気持ちはよくわかる。我々が欲しいのは離婚中陳誠理だ。もし陳誠理を捕まえることができたら、お前の弟は生かしてやろう。太君说他也是有兄弟的人，所以很理解你的心情。虽然李坤伦给皇军添了很多麻烦，但我们真正想要的是陈胜利。只要你帮我们抓到陈胜利，就放了你弟弟。太君呢？真能放了我弟弟？本当でですか？あくまでも陳誠理を捕まえたらの話だ。どうだ？手を貸してもらえるか？太君说，前提是我们要能抓住陈胜利，你能帮我们吗？もし手を貸してもらえれば、お前の弟は釈放してやろう。どのみちあいつはもう死んだことになってる。誰もお前を疑うものはあるまい。弟を助けたければ陳誠理の命と交換だ。あとはお前たち二人名でも変えてどこへでも行くがよい。只要你能把我们抓到陈胜利，就放了你弟弟。现在外面都以为李坤伦已经死了，这样就不会有人怀疑到你。如果你想救你弟弟的命，就必须拿陈胜利的命来换，这样你就可以和你弟弟远走高飞了。
太君说话算数啊。本当に約束を守れますか？陛下に誓って李坤龙を釈放してやる。太君说他向天皇陛下发誓，到时候一定会放了你和你弟弟。那我该怎么办好啊？私はどうしたらよろしいですかと言っています。簡単なことだ。偽の情報を持ち帰り、ジョージュアンに持っていく。陳世里を騙して連れてこい。太君说很简单，只要你把假情报带回周庄交给陈胜利就可以了。この命はお前のものだ。我々はここでお前からの良い知らせを待つとしよう。太君说你弟弟的命就掌握在你的手上了，我们在这儿等你的好消息。連れてけ。なぜ会おうとされなかったので？周庄に行った頃、私はあなたを誘惑し利用していた。もし私と会えば感情をむさやることができず、まともな交渉ができなくなるでしょう。お、啥？原来昆仑还活着。上岛次郎怎么跟你说的？鬼子的条件就是用你换我弟弟。那你把情况告诉我们，那就意味着你不能去救昆仑了。我也想救昆仑呢，那可是出卖你们，我也做不到。你还算有良心。那我还不清楚我弟弟咋想的，我要做着对不起武工队的事儿。你不管昆仑饶不了我，那弟弟家老三也饶不了我。那咱还想不出办法救队长了？队长坐在监狱里不关着呢，咱得想办法给他救出来啊。对，咱大家伙看看谁有没有什么好的计策，将计就计，调虎离山，围魏救赵，反正一定要把队长救出来。对，这鬼子既然敢把昆仲给放回来，那他们就会想到，要么昆中把我们引进圈套，要么把实情告诉我们，咱们去劫狱。所以劫狱的计划是在鬼子的意料当中的，如果我们贸然前去，那只有白白算死。那就没办法了，他不可能，他肯定有办法，咱不能袖手旁观，这事咱得想办法，都实际想想，肯定有办法。指导员，鬼子那边不是有咱的情报人员吗？咱是不是再和他联系联系，想想办法？不行，上次情报已经有问题了，这个人不值得信。那真就没办法了，指导员。有办法了，有一个人，他能救昆仑。谁呀？你呀。我？对呀。现在唯一的办法呀，就是你呀，去抓住那个上岛次郎，跟李坤乱交换。我能抓住上岛次郎？我又不是神仙，我又不会刀枪不入的，我能抓住上岛次郎？你说给谁的谁信呢？那兔子急了还咬人呢，何况你一大老爷们儿。这，我倒是想咬那个上岛次郎，咬人管用吗？咬人管用，咬骨堆干啥呀？谁说让你真咬人了？要我说呀，就你啊。你把这全身呢、你都绑上那个雷管啊，那个炸弹呢、手榴弹啥的，你一看见上岛次郎你就上前一把把他搂住，他要是不同意啊，你就当场就拉线，你就跟他同归于尽，他要是一害怕呀、他就把昆仑给放了呗。你让人送死你还理直气壮的。哎呀，指导员，你这胡说八道，你这真的能行啊？你这是
石腾元，你不会也是这么想的吧？这倒是一个出其不意的办法。上岛次郎对你没有戒心，如果你去的话，很有可能会成功。对，不是，万一人家鬼子不同意呢？万一我没进门，就让上岛次郎认出来了？你说万一……哎呀，你磨叽啥呀？你要不去，我去。你去，你自儿去。他不是让我妹妹去换那个李昆仑吗？那我就扮成我妹妹去跟那个上岛次郎交换。姐姐，你别胡说啊！我没胡说，我说得出就做得出。你不行不行，你不能拿你命冒险呢！你这我咋着啊？那要么你去，要么我去，你就这两个，你选呗。你这不是逼我吗？我又不是英雄，我就是个周庄的，你让我你这。哎呀，文忠啊，我跟你说，你不是一直想娶我吗？你要是答应去救李昆仑，这回我一定嫁给你，中呗？坤哥，看不出来啊，你还是个情种。为了秋华嫂子，你啥事都敢做。就是，坤哥，为了你们，连命都不要了，我就佩服你，真的。我这是革命事业。对，革命事业。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，打倒帝国主义！快点！大勇，先把手榴弹给卸了。好，慢点。没事吧？没事，成功了。你这是怎么了？绑上！好了，过完了，开。次郎太君吩咐的事情都办好了，办好了，德坤指导员，跟陈胜利都说好了。看你那熊样，你哆嗦什么？这骗武工队就是掉脑袋的事儿啊！你是咋跟武工队说的？我得跟太郎太君，得跟次郎太君说。口风把的还挺紧的。这都是出卖祖宗的事儿，少个人知道的好。哎呀，害怕，不去了！哎呀，不去了！接见太君。司令官。司令。快点！
你动啥呀？大哥，回家！撤！李坤中，你不要胡来！我怎么炸死你？撤了！我们要一起走！哎，太君，不能放他们走！我炸死你个王八羔子！我他妈炸死你！老弟，我他妈炸死你！快！张道四郎，俺给你发誓，俺就拉到了安全地方都给你放了。快！张四郎，俺这边都放进去的了，裴总他们还过去了一队吗？是，裴总说可以放人。快！行，没事放心吧，把绳给我解开。快呀！听见了没？有道理的绳，解开。放人！跟着俺去，跟着俺都跟他同归于尽，都别跟着，都别跟着，别跟着，跟着俺都跟他死了，为人！我给你们来。张远，好像来了。是他们，还真是。张队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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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事吧？好着呢，好着呢。队长，我们还以为你在，回不来了呢。嗨，队长，平常你在的时候，我们没什么感觉。这几天你不在吧，我就悟出个道理，我们武工队还就缺不了你。你悟出来了？悟出来了。张远，我回来了。行，昆仑，我就知道你死不了。哎呀，平时这几块料啊，我都挺烦的，这几天不见，还真想啊。你别这么说了，你这次能活着回来，那就是我们武工队和周庄人的大英雄。嗨，这可是指导员说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我算啥英雄啊？哎，你别说，英雄还真有一个。谁呀？我哥。我哥这回可真是英雄啊。哎，哎哥呀。哥，快出来！来，你玩呢？你玩呢？叔伯，快出来！坤中哥，你得撒手，你这拉着这个绳啊，危险！对呀，这是啥危险？我这都拉一道了，你抬了不都不危险？你们一边动还得想想呢。我傻子，我怎么想起你呀，坤中哥呀？回来啦，坤伦，叔伯，坤中，叔伯。
假的，不是小鬼子的。哎呀，做啥呀？哎，混账！没事，皮外伤，缠你的，没事。哎呀，你说你们小两口的，一个撒娇的，一个逞能的，让不让我睡了？你说你是，这我刚看你的时候，你就浑身是血的，我以为你动不了。你的叫瞎说，血我是流了，但是身体上没事儿，我那是装给小鬼子看的。逞能吧你。哎呀，不过这也就是我们家老二，这要是我呀，这魂儿都吓飞了。哎哥呀，你可别那么说呀，你这回也行啊，你说你这个单枪匹马的啊，把自己捆得跟个炸药包子似的，活捉了鬼子大队长。哥，你说咱们老祖宗荆轲那要比胆儿大那是第一，那你就是第二，没人能比得了，是呗？哎呀，老祖宗荆轲呢，当时尿不尿裤子我是不知道，反正我是快拉裤子里。那你当时也没尿啊，是吧？昆中大哥，你就别谦虚了，你这次立了这么大的功啊，肯定可以直接加入武工队。就是，而且啊，最少当个副队长。你听见了呗？听见了呗？行了呗，哎，行了呗，让我多活两年呗，还加入武工队呢。不过我呀，这次呢，惊吓过度了。心呐，现在不好好跳了。我呢，至少得有休养个半年，不是半年以上。这每天呢，白面馒头呢，红烧肉呢，鸡子儿啥的，那这都得满足我。你听见没有啊？得满足我呀！你这你们武队的事儿啊。管呐，你就放心吧，保准呐，把你养得白白胖胖的，外往村里一戳，那你就是诱饵了，哥。你琢磨呀，那个上岛次郎不恨得你牙疼啊？那不得叫人来取你的脑袋呀，我们正好诱敌深入，多杀几个鬼子。哎呀你打我腿，多余救你回来，我就是你呀，你那叫救我，你那叫醉醉翁之意不在酒啊。你啥意？啥醉酒？这啥意？昆仲大哥，你就别装傻充愣了，徐欢嫂说的，你要是把昆仑哥救回来呀，他就嫁给你。你看，别听那老娘们瞎说，胡说的。人家可是认真的，我路过他家，他刚买了一头猪，你看，说准备宰了跟你们办喜事用呢。你看，真的？听说钱不够，好像还把他祖传的金溜子给卖了。完了，败家妞了。这个败家老娘们，你这啥呀？你这买猪也不能啥呀，这得下崽儿啊，这得。哎呀，你看你把人气的呀！哎呀，开心的，绣花嫂子真买猪了。哎呀，我跟他开玩笑呢，绣花嫂子怎么可能买头猪啊？其实就买俩猪蹄儿。嗨！哎呀！必ず李兄弟を捕まえて八つ裂きにしてやる。全体を総集しろ。はい。太君，这个仇咱们是肯定要报的，不过我倒是有个主意啊，咱们用不着那么大动静就可以抓住陈胜人。新县令刚来入胡红哪里对阵了？都能不知道。太君问什么主意？李昆仑现在不在咱们手上，唐翻译官在啊。现在武工队还不知道唐翻译官已经露馅了，咱们可以利用唐翻译官诱捕陈胜人。李昆仑がいなくてもまだ統制役がいます。奴らは身分がバレたことは知りません。それを利用すると言っています。啊，咱们可以让唐翻译官呢写封信，把陈胜利啊骗到茶楼上来，等陈胜利一到，咱们就可以当场擒获呀。統制役に手紙を書かせ、新勢力を茶館におびき出し待ち伏せしましょう。考えは悪くないが、そう簡単に奴が手紙を書くか。唐翻译官是不会那么轻易写信的。不，太君呐，
唐翻译官是个软骨头，我只是略施刑罚，他就挺不住了。太君，请看。唐翻译给你的信。指导员，这信上唐翻译到底说了些啥呀？万一想见你，肯定是有更重要的情报。指导员，有什么不对吗？唐翻译已经暴露了。啊？啥？暴露了？哎，这信上不是写的好好的吗？这怎么又暴露了？我们之间有一种特殊的暗语，从表面看是普通的文字，真正的意思只有我们自己。这信上到底说的些啥呀？这他说永别了。啊！永别了！指导员，咱得赶快想办法救救唐翻译。对，指导员，你发话吧，我们都准备好了。走，对，我们都准备好了。全体原地待命，谁都不许轻举妄动。很明显，这是鬼子的圈套。如果我们去救他，就正好中了他们的奸计。我不能拿童真的生命开玩笑。那唐翻译，咱就不管了。你说啥？你没骗我吧？我干嘛骗你啊？我刚才路过，正好看到他们出发，指导员还说让你安心养生，就不要参加这次行动了。胡闹！哎，你小心点，这在干嘛呀？这俩女的，这是疯了呀！这完全是疯了呀！还缠啥呀缠？哎，你想要干嘛呀？哎，你还没换药呢！这换啥药换？你怎么来了？你们搜啥去？回去，都回去。这事儿你别管了，你回去吧。指导员，你知道你这么做多危险没？唐翻译官已经暴露了，你们这么去，那就是羊入虎口啊！只要有万分之一的希望，我也要去救他。指导员啊，你这不是拿着革命队伍开玩笑啊？那唐翻译也是革命同志啊。谁说他不是嘞？革命形势不是不允许啊。这事儿你别管了，必须得去救他。指导员，你要这么一意孤行，你就是玩忽职守了，你就不配当这个指导员。你留神，我上区委给你上报去。上报去，你们都回去。指导员，黑子，姐，你来干什么呀？妹子，你让我跟你一块儿去吧。姐，你就别掺和了，赶紧回去吧。哎呀，妹子，你瞅我都打扮好了。你到那儿以后啊，一定需要我的，你就让我去吧。绣花嫂子，你这不是跟着裹乱呢？哎呀，你就别管了，我又不是你们武工队员。妹子，你就让我去呗啊。那行，那走吧。指导员，咱们就一块儿去呗。是啊。我跟你们说了吗？你们不能去。姐，走。哎。游会客，楼上单间一位。哎，先生慢点。
说那陈胜利能来吗？那还用说，咱队长这招引蛇出洞啊，他就是高啊。我问你，那赵秀才为啥他总压着咱们半头啊？是啊，啊，不就因为他逮着李昆仑了吗？只要这回咱们把陈胜利给他擒着，好日子就来了。哎，来了，真的来了。弟兄们，好日子来了，走，走。听好了，你看着，我去报告。哎哎，不对啊，凭什么我看着你报告啊？啊，怎么了？那得按老规矩来吧，来吧，来。来搂着，来着，搂着，比啥呀？我说看好了，别让他跑了。哎，三局两胜的。队长，我把陈胜利盯住了。真的来了，让我喘口气儿。你就放心吧，我让王超看着，跑不了了。该客栈了，你们俩在这给我看着，快带我去。上班要点什么？来壶花茶。好嘞。喂，过来。哥，陈胜利还在里头？在呢，我都打听好了。楼上三号窗口，楼下都给我看好了。是，走。来，你在前头。把手，陈胜利，你跑不了了，把手举起来，把手举起来，快点举起来。季大队长，你这是咋着啊？你做啥呀？大哥，好像不对呀。是啊。你是卢秀花？对呀，有事儿啊？你穿的不伦不类的，你跑这儿干啥来了？那咋着啊？我咋穿衣服，我还得跟你说呀。你们俩这眼睛长屁股上去了，啥眼神啊？让人给我看着。你给我等着啊。
知道这是圈套，但我必须得来。志杰，暂停陈胜利同志武工队指导员的职务，指导员一职由李昆仑队长代理。信了，赶紧说，李昆仑他想要什么？雪儿，你去跟李昆仑说，雪儿我可以抓到，可李昆仑得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人家要的是你哥，你有几个哥哥？